下班就而且还要兼顾到那个，就你比如说像德国那边，他可能只考虑到结构了，没有考虑到叙事的内容。对，这就是我的传下去那一本，就是美术的。而且它的这些颜色等等都是用，尽量都是用手工涂的，就是它这也很轴，所以做这种作品也才能做到这种程度。大概这个工期一年一本吧。手工涂，就是这个颜色它不用电脑，不用 AI 什么的上，就不是用皮那种批量化的，它很注重质量。那它手工把那个就是说的，就是那一本原书设计好，然后再印，就是颜色都不是说扫。对，这他的作品的这种人物的场景颜色基本上都是用自己各种喷涂水彩 decoration 的这种方法。这种给我看，你想听？能给我一个？嗯，我随便来个水的。嗯，是不是不想听这个？那我就放完。看完了。啊。